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从山底下步行了5.5个小时上来，来到了元宝蜂场，唐大家的蜂场啊。这也是我连续4天天不亮就出发，今天甚至是3:30起的床啊，前3天是4:30起的床，因为今天的蜂蜜比较多，唐大爷在元宝山这个里面沟里面他养的蜂最多，所以说我们今天任务比较重，走的比较早，本来有布袜子的也没有穿，然后今天蚂蟥把我吸了好多血，蚂蟥真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被那个裤裆蜂，他们喊的裤裆蜂，那个蜂子是比较轻啊，比蜜蜂小一些，追了我10几下，身上真的是很痛，轻痛。还有就是我的那个左脚估计是肌肉拉伤，昨天本来是走一下就疼一下，走一下疼一下，今天还是这样子，很难，太难了，真的是。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取了，后面这一排，后面这些还有一排，好几排啊，5排啊，看一下这个风景，真的是这个云海太漂亮了，朋友们啊，今天可惜没有了无人机啊。这个是污染的蔬菜，那边是污染的水果，那个是萝卜啊，那边是豇豆，那是花椒树，这边已经取的差不多了哈，这几箱应该是取完了。哇，你看他们的帽子上全是蜜蜂，都取完了是吧？吃的有好多了是吧？至少吃的有15斤。一巢吃的15斤啊？是啊，原来我还做。这下看这个雾罩全部起来了，很多人说这里面的花都没得。这里面到处是野花，看到吧，很多到处都是野花，你看嘛。这那天去真的是风子太多了，今天去完放早工，快起完了，朋友们啊，还有最后几桶了，想留哪一条？哇，这档子，这板子是劲的。取完了啊，终于取完了啊，一共15桶。15桶的话，差不多能捋个8-9百斤啊。朋友们，现在开始准备吃完饭之后，就要准备下山了。这边他们每人要背一桶下山。两个马，一个马驮2桶。今天一天都不敢给特写，就是风子太多了。他们走了。啊？哪个？我你们两个得行不？今天还是很顺利的。原计划是一天整啊，结果到多半天就弄完了。主要是我们出发的比较早。3:30都起床了，哎，嘿，又早上了，唐大爷早了几觉，肯定又早上了，那个马跑了，马又跑了，估计跑龙洞回去了，嘿，跟着又跑到我，哎，跑了我衣服刚才的，唐大爷刚才是不是找了几下？找了，应该是5-6下吧。找了5-6下。哎，我过了也又找一下。妈要走大门去了，
今儿这个上坡对马来说有点恼火。有点恼火嘞。啊。哇，今天刚才又着了两脚，那个马又把那个裤裆缝踩到了，我又着了两脚，我的脚上，我的天了，哎呀，亏呀，天哪！我的家子塌的，风台背着心，家子塌起的，这体算的。这才热呀！嘿嘿嘿！终于下山了。赶快赶，你们没找到那个？疼疼！这家伙给死！来，二三七，干啥呢？啥都没。山上还有八桶。后面元宝山这条沟的蜂蜜啊，就取完了。然后，唐大爷这两天他就在家里滤，我就不收到了。然后我就刚儿去把那个两个盆哥，还有一个，他们三家啊，他们三家的蜂蜜把那个样取了，通风了。然后接下来明天晚上继续到其他地方去取。这段时间太忙太辛苦，每天晚上不是熬夜就是早起。盆哥这儿的400多斤啊。四个桶，每个桶取个样。哦，对，滴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哇塞，朋友们，你看这个好黏，这个蜂蜜。顶你咋办呢？好，差不多了，就这么多。把它搞满了。这个瓶名要写他名字不？要写他名字，肯定要写。啥血疼？怎么通风？哇塞，你这个进来就是一股中药味啊！啊，这个我自己给他们过了，他们要来买。他不愧是他的药膳，真的是。这个呀，就进来就是一股中药味。这个啊，偷到我们没说那个那么出去啊，过得多哈。你这没过，不会过完噻、啊？就是我看过不过了。一起出来又把这个也喊上进去，我喊他们来过这。那咋搞呢？这咋搞呢？这个我自己过了个，他们也。我们娃儿需要送情。哦，你要送情。哦，好的。对，我把这四桶。这四桶过了是吧？啊，好嘞。嗯，好。都是给你过的人的。哪个飘飘来？赶紧去。你莫管我的。我弄啥了？哦，我管。要耍还把长城拿起来个。有长城没得吗？有。不要。不要长城。接进去，对。好，够了。朋友们，这四桶啊，全部已经封桶了。然后我们去下一家。可以了吧？弄完了没有？弄完了。笑什么？可以呀。这几天没想到这么热呀，又拉不到了。你脚底下了，你不正常，哥。又拉不到了。你知道的，我来吃点东西。朋友们，这三桶已经封桶完毕啊。今天盛大的唐大爷他们要过渡两天，三个地方，直线距离差不了2公里路，三个地方。害怕要差点儿，只是你看这个，这害怕要差了吗？就是这个越高的，你看这个就越高的它越淡，看到不？这个它要比你稍微矮一点的，噶它越深。你看这个它有河边上靠近底下，它越浓，500米多，噶。